水池里，竟见一团粉红色、肉乎乎的动物一动也不动，随着水流飘呀飘。这样的画面乍看之下，让人心里揪了一下。突然有一个浮尸躺在那边，吓到。时间太久了，不过动物园内的气氛似乎没有太紧张。还有网友忍不住问：难道里面是工读生睡着了吗？如果突然间看到这样的话，我觉得，这个姿势怎么了？原来这里是高雄寿山动物园，大河马就叫做香香，最近被捕捉到侧躺在水池里，因为只有圆滚滚的肚子留在水面上，让人不免有些紧张。动物园小编还搞笑的说：“难不成标题要写‘金剑浮尸’吗？”这只刚放水的时候是清澈的，中午洗完然后才会放水，所以那时候的水的水位还没有很高，会侧身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漂浮起来。池内分别还有嘟嘟、小小、香香。园区解释，因为河马池每周四都会清理换水，再重新注入，并且河马拥有特殊技能，能憋气3到5分钟。当天这只香香迫不及待想全身浸到水才会侧躺，下次再看到河马这样动也不动，就知道它是在泡水而已啦。三立新闻红书朱琳、配璇、沈明志，高雄采访报道。